闪电 Bison 作为2023年的战友节武器，是一款使用80发能量弹的冲锋枪。左键射击可进行充能，最多累计三次。点击右键消耗充能，会立即在周围产生闪电场。闪电场中环绕的球状闪电会自动攻击靠近的敌人。按住右键蓄力后，再释放闪电场，可向前方发射三枚自动追踪的球状闪电。这款功能强大的冲锋枪，不知道战友们是否喜欢呢？这股力量，我能控制得了吗？15，被道格拉斯财团重金悬赏的神秘女孩，虽然看上去只是柔弱少女，却可以使用僵尸的特殊能力。从实验室逃脱后，她勉力躲避着无穷无尽的追捕，却不可避免地一步步朝着黑暗的深渊滑落。正在这时，你的出现为苦苦支撑的她带来了曙光，而你将会如何抉择？